为最近不断出现了比特犬弃养潮，原来是比特犬伤人事件频传。农委会公告，从三月起，比特犬将会被列为禁止饲养或是输入的动物。原来三月起禁养比特犬，现有饲主也要申报后，山区出现弃养潮。主要有饲养比特犬的经验，条件门槛不容易达成，导致认养率非常低。